别介绍下面这张商品。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车型是 DRG158。那今天为各位介绍呢，是一组照后镜，就是 DRG 的这个 JSTC 的照后镜前移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哦，之前麦克仓库有推出这个照后镜前移加风镜的部分。那后来呢，是因为 JSTC 先做了照后镜前移加上风镜，那现在呢，终于推出了照后镜单照后镜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基本上呢，它的锁点跟照镜前移加风镜的部分是有点不一样的，它位置比较过来，然后呢正好锁点呢，我们看正好就是对应在大盾牌的这部分。安装这个部分的时候，大盾牌会钻两个小孔。那照镜前移呢，有很多的厂商在做，但是这个基本上呢 ，JSTC 是有专利在的。然后第二个呢，它的所有的支架，任何一款支架都会从车台内做延伸。那像 DRG 呢，是利用大盾牌拆下之后，这里有两个锁点，锁车台的锁点做延伸支架，整个上来之后，然后再把照后镜锁在这个支架上面。换句话说，你照后镜锁上的支架再锁到内铁架之后，那这样子的话，照后镜就骑乘时候就不容易晃动。很多的品牌呢是在后面做一块铁，就这样薄薄的一块铁，然后直接把照后镜锁在铁上面。这样子会有什么缺点？你骑的时候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但是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如同像 T-Max 的结构一样，你就是车台，然后有一根支架去锁车台，然后再把照镜锁在支架上面，就是像 T-Max 重车的结构一样，这个是最棒的一个方式哦。那不要用那种薄薄的后面一块铁，这样卖便宜也没有用啦哦。那你一路骑在那边晃晃晃也没有用。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 TC 抓的角度哦，非常好看哦，它的角度呢是中规中矩。那我们实际上坐在上面之后，如果像这台车，这个车主搭配目前是原厂法的情况来看，也不会去影响到后方的一个视野哦。然后呢，视野各方面也非常的棒。然后 JSTC 还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的用心的哦。然后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的是，照镜呢，麦克仓库有提供三种款式。那一个是目前各位所看到的 Z300， 那还有一个是 Kawasaki 那个忍者 6R 的款式，那还有一个是T-Max 款式的一个 S530 的一个款式，总共有三种款式哦，可以做这个选择。然后我们刚提还没讲完，就是在转轴的部分 ，JSTC 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是，它是一个铆合式的多片式的一个转轴。那这个转轴呢？它是一个特殊结构的转轴，跟一般的不一样。当然它可以往后，那也可以往前。但是呢，你再往前往，如果你先是往后的话呢，在停车的时候会容易把手会容易敲到。所以呢，基本上我都建议全部是往前做一个收折。那当然它会有段数，我们看拨过来之后，它会有一个卡槽会卡住这个角度。然后呢，特殊的结构就是在这个转轴如果你当倒车或者是照镜改前移之后稍微比较突出一点点的时候，那你如果不小心勾到或是很大力的快速的人家从你旁边插过去勾到，当很用力的时候，它的转轴的设计，你的照后镜会跟你的底座做跳脱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或是你倒车真的不小心压得很用力的时候，它的这根照后镜会跟下面的底座分离开来，为的是防止说万一真的不小心车子勾到了继续拖着你走而造成人员的二次伤害哦。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注重这个安全性的一个方面哦。这是 JSTC 独家的一个这个做法，也是与这个大型重机相同的一种做法。或者说你今天倒车的时候太用力压到，那还是会做这个跳脱的一个脱离的动作，以防二次的一个伤害。那这个部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实际上如果坐上去，那麦克三顾机的精品呢，我们提供的都是蓝镜的一个款式。哦，那为什么蓝镜？蓝镜我们特别讲到，以 JST 系列蓝镜来说，如果你买的一般便宜的蓝镜，那有些人反映说，哎呦，蓝镜不好，看不清楚。事实上错，会看不清楚是因为你买的便宜的蓝镜。如果你真正买好的蓝镜，它是因为内层是先镀铬，就是所谓的铬镜之后，外面再镀一层蓝色的膜人。哦，铬镜会有个小缺点，就是晚上看会稍微偏暗一点点。但是如果你镀了铬镜之后，有防眩光的一个设定，外面再镀一层蓝色的膜人之后呢，你的视野在晚上就变得很清楚，也不会变暗，那也不会防，也有防眩光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好处集中于一点。所以呢，蓝镜的部分呢，做慎重的一个选择。买的便宜的，它当然没有镀铬镜啊，就是镀一个一般的镜子，镀一个膜人啊，你反而会看不清楚。所以呢，商品的好坏还是一定会有差。那镜子的品质呢？那我们看一下。那当然呢，角度呢，这是一个万向接头，角度都可以随便你做你一个调整一个部分。我们还是很清楚可以看得到后面，这是右边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左边的一个部分，啊，那我现在是标准坐在车上一个样子。哦，当然收折之后就是可以顺利的做一个收折，拉回来的时候它会卡到一个定位，哦，很方便。那这 STC 呢，确实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有时候你看到它的支架，尤其是 DRG 的那个照镜前加风镜，或者是 Force 前加风镜等等的支架，光用折床折成这么多的一个角度，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但事实上每一个距离的一个量测，加上一个模组化的设计，事实上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希望朋友们参考看看，或到麦克三顾机的精品来做一个选购。那三种款式的照后镜，然后DRG 不管是照镜前移或者是照镜前移加风镜，那基本上我们是大部分，我们绝大部分的一个时间，如果在原厂没有缺货的情况之下，我们全部都有现货供应。谢谢大家。